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是2020年7月15号晚上7点01分。好，首先啊，今天是开服的第20天，今天我们就要累充10万块钱，啊，相当于我们日充5000。我们明明说是日充3000，但是我们现在搞的是日充5000来了。然后这里看一下这个公告，它是有这个合服，我们之前是有一些服它好像没有合，比如说这个8服和12服它没有合，现在就被2服和3服吸收了。这个其实和我们没有关系，明天早上会做一下这个更新。昨天的充值礼包领了，忘记输进去了。我领了，昨天晚上我领了，但是要到今天再输进去，但是我今天没有输进去。来，先看一下我这里五档装备，这有一页，对吧？然后这是第二页啊，有两页满满的，还不止两页的这个装备。今天光这个装备，咱就能提高60万，我觉得能提高60万战力的。然后再加上今天充的别的钱啊，破4000万，轻轻松松，好吧？然后另外一个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欢迎来到这个负债60万的这个氪金直播间，就是要借钱要给你们氪金看的主播，这样的主播不多了，全网也就这么一个吧。欢迎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然后今天的话，我觉得先不要说废话了，因为我们先看一下，差3694到尊享16，到尊享16之后，我们还要在这里花1050块钱，我们先直接充值。这个活动没有变，活动没有别的活动，还是这个幸运心愿。哎，哇，这俊哥，哇，这俊哥超过这个麒麟了，我的天！首先我发现了一个东西，这抽奖。今天下午来的时候还剩3天，怎么一下子就变成只有4小时了？那今天就解绑了。解绑之后，如果俊哥，哇，俊哥可能是看到这个时间要截止了，俊哥可能是今天想要拿这个第一名奖励150个这个浪淘沙的竹笋，这个很屌的。然后第二和第三名他们是龙形和麒麟，哇，我觉得这个贝贝可以去抢一波，我就算了，因为我差的太多了。我今天即便是4000块钱全充进去，也只能加800积分，何况我还有些钱不能花在这上面。我没有想到，那这样的话，明天就会有新的活动了。哇，明天感觉又要氪金了。来，我们先充值吧。今天只充了98，因为下午打架的时候充了。来，先充一个。哎呀，等一下，怎么是98？弄错了，弄错了，我说错了，我要充648的，重新来648，走你。我们先充个5个648吧，哎呀，这里用的储蓄卡了，糟糕，我要用信用卡的，我要用信用卡一个，然后第二个，因为信用卡相当于是，比如说我12000的额度，借一个月就相当于少了180块钱的利息，所以我尽可能用这个信用卡比较好。下午打架录视频了，录了，下午打架超级精彩，我们原先还打不过，结果全都拿到了下午的那个第一名的这个 BOSS。直播时间就是每天晚上7点钟开始，然后视频更新就是，现在是下午，2点左右，差不多是，因为我们是小哥，从早上，5、6点就起来开始做这个视频，他不想熬夜搞了，之前他都是熬夜熬到这个凌晨的4、5点，然后他调整一下作息，从早上起来早起，然后来做这个视频，现在已经充了3个648了，再充一个，感觉啊，还差1750，来，信用卡，我们今天就把这张信用卡差不多能刷爆了，我看一下，宿舍一血被抢，一血被抢，那都不是事儿。等一下，这儿还没有刷新，这一笔好像到账晚了一些，反正还差那么一两笔吧。再来一个648，来，大家有礼物刷一刷。今天终于赶上了，打架的素材我会放在视频里面，会放在第一个视频的最后一点点啊，这里其实还差一个648就 OK 了。它有一笔好像没有到账，哎，到了，还差454，对吧？那最后一个648，最后一个648哦。所以我们今天是充了6636，我们是充了7个648了吗？充了6个8，哎呀，哦，又用这储蓄卡了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好伤，哎呀，这心里就觉得亏了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咱们也成了尊享16 VIP 16，然后先买这里的这个限购，好吧？这个称号是毫无人性。来，包裹已满，包裹没有办法，这包裹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啊！今天咱们先把这个能升的升了。首先是这个项链，这个项链我没有想到竟然可以合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赤心链，这里也是这个赤心链，但这个武器没办法了，就赤心链我们先合一下，然后用一下这个女装。等一下，我估计我们今天会有一些这个装备多余，我估计我们用不完那么些装备，所以我先把这个能摆摊的先拿走，剩下不能摆摊的我再用来做这个素材。来，把这个合一下，这个赤心链找一个女装，哎，找一个衣服合一下，我们先把这些装备合一下，能节省很多的。然后强化，先强化一遍，
这个盒装的话，它需要个什么？需要一个铸星石。铸星石，我们找找。铸星石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这个是神兵开两个。铸星石，哎，是这个。好，来合一个装备。我们先看一下，我们战力是3850，3860吧，算是。今天肯定很快就突破4000万了。来，先给这个项链合一下。这个项链合完之后，估计能加个十来万，加了10万、11万，约等于。我仓库里有，仓库里还有什么？仓库里有什么？石头我知道，没关系，这里也可以拿。然后这里还有两个绿锭，升一下吧。哎，免费刷新一下，锁定刷新一下。我们继续升级啊，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个腰带和这个头升级了。我看一下这个头，它升到5档3星，需要一个三星的头，还需要3个铸星石，对吧？3个铸星石，背包里我找找这个铸星石。哎，12个铸星石拿出来。我们先把这个头合一下，然后不要用这个摊，这个有摊子的先摆着，反正这已经多余了，对吧？有摊子的我先拿出来啊，这里放错了，放到碎片里面了，先不管它，我先把有摊子的拿出来，因为我估计一会儿还得要卖去回点血。你看到没？我这元宝只剩17000了，昨天还有5万的，昨天应该是还有5万，雷冲礼包要到了，雷冲8万的要到了，但下一档雷冲礼包是15万的还没到，少充点。OK， 南星也在看直播，反正今天就冲到这里，我觉得 OK 了。先等等啊，先把这个装备合完。OK， 我和南星搞了那么多装备，终于可以了，来合装。剩下这个头已经是多余的，可以拿这个头来合一下。好，合完之后，加一个这个腰带。等一下，这个腰带不需要吧？这个腰带，三星的腰带我是需要的。这个先不管它，我找一个别的，找一个这个女装的小魔袍，小魔袍合一下，再找一个女装的鞋子，合一个三星的。OK， 作为素材，然后再给我这个上云盔合成，上云盔来选中，估计能加个15万，我加了13万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这个装备加的就是给力。来，最后再来一个这个色银腰带，我们换一下，换成五档腰带 ，OK， 5档腰带，这里已经有一个三星了，5星慢慢合吧。来，先把这个合一下，再合一个三星的，用一下这个女鞋，合成。男爱心对我的号都无语了，对，男爱心他说47个 boss， 总共爆了4个红，47个，他一个一个 boss 数的，晚上打了一晚上，打了47个 boss， 数到最后发现只打出来4个红的装备，他说我这个号就是个黑号，但是咱有这个钱，咱有钱可以买。这里我合成这个5星的啊，他还需要一个3星的作为素材，我看一看，我这个鞋子是多余的，我可以把这个鞋子全部拿出来作为这个素材合一下，这个鞋子我已经够的了，因为我这个鞋子已经是最高的3星这一档了。 OK， 现在就可以合了，合成5星的，拿一个鞋子，人话，哦，好爽啊！然后这个5星的还不能替换这个橙色的4档3星，因为它战力还不足。我们再给它升，我们再来一个这个腰带，再来一个3星腰带，用一下这个鞋子，来合成，看一下它需要什么东西啊？成1星，哦，可以了，直接升级，好，直接升级，然后可以替换上了，这个可以替换上。哎呀，点错了，这个号如果要卖会卖多少钱？能卖1折，我估计就够呛了。真的 说真的，哎，加了4000，但是这个套装还可以搞一下，哎，反正总共是提升了8000，这一档提升了8000，但是还可以再升1星。我看一下，这个4档的可以分解了，把它分解。OK， 然后5档这个再合成，再用这个鞋子合成一下，来看一下这个套装，哦，还有个套装，哇，再来个套装，哇，这个加9000，哇，不错不错，哇塞，哇塞，我好亢奋啊！然后这里再合装，5档3星，哎，还差一个3星的，我们找一个素材啊，这里这个衣服太多了。这个衣服可以合成一个素材的，哎呀，我的天，这个衣服太多了呀！好，素材有了，来合成最后一件5档3星装备，用我的衣服作为素材合成，哇，加了17万！吴老二还不来啊？吴老二这个情缘副本其实今天都做完了的，来顺便升下级。你说了吴老二，我就把这个升一下，大概又加了5000。然后这里是三星，升到14阶，再给这个升到4阶。OK， 宝盒领取一下。哇，现实雷冲可以领取啊，一会儿领取吧。先把这个装备先看一下，我这里还差什么？一个是这个手镯，是7星手镯，我这里手镯只有这一个，还不够。另外是这个项链，赤心链，赤心链的话，我这里有一个，还差一个赤心链，谁要有的话就给我好了。然后这个龙阳针的话，我估计是没有戏了。如果这两个再合成一下，估计还能再加个40-50万。这叫材料，不叫素材。哎，这是升级的素材，好吧？素材和材料没什么太大区别，没有必要去刚这个，好吧？然后随便搞一下。然后我们现在啊，顺便把这东西卖一下，好吧？红装啊，放到这里啊，这些不要，这些兽装还可以再合。我这个加上兽装，我就不止了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。好，这5件装备我先上架摆摊
啊，我也可以摆摊回点血了，最大基准价格加个20%，好，这个其实比工会里的那个拍卖要划算很多的，所以我估计是有人买，这里就是要回点血破军凯来，这些都不需要。 OK， 还有个这个玄冰罐，来让我稍微回复一点这个元宝，要买好了没有啊？谁说要买好，瞎说。然后今天下午的那个我拍卖到了三个兽装，是不是非常给力？我超级开心的。然后这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是3905，但是马上我不用花做别的，就剩下这个兽装，我估计就能提升很多很多这个装，很多很多的这个战力。首先是这个兽爪，我要来一个三星的，这个三星很厉害的。兽爪，我想和一个这个衣服，把这个衣服拿走。我看一下要不要和这个衣服，这个衣服都有了吗？这个是四档，那这个衣服其实是多余的。来，咱把这个兽爪合一下，来把这个衣服吃了。好，加了11万，可以的。再来，咱还有很多的这个铃铛，这个铃铛很厉害的。你看，这是四档，这三个都是四档的。来，我们先合。等一下，还有一个这个兽圈，我觉得是很厉害的。这些都是啊，有三个五档的，一个四档的三星的。这个兽圈其实可以先用来作为这个素材，或者这个兽圈先放着，这个兽圈先放着吧。我觉得这个兽圈还是能加很多的。感谢老王图，这里就不一一感谢了。兽灵，我觉得先合吧，先合一个，用它自身合的，那就只能合这么一个了。来，穿上能加多少？这个给第一个穿上，加了4万啊，这个加的不多。然后再合一个这个吧，这个兽灵就合了，好吧，就把这个兽灵合了。我看一下背包里还有，仓库里还有没有五档的兽装？如果有的话，就直接搞了。哎，这里还有几个？这里还有几个装备？还有几个五档装备？我的天，还有几个是四档装备拿出来，一会儿可以有用，作为这个素材可以使用一下。哇，我看一下，我这个赤心链，两个赤心链可以合了呀？哎，不对，一个吗？就只有一个赤心链哦，这个是我刚刚放进去的红装啊，还是只有一个赤心链？哎，不好意思，这里我弄混淆了，不好意思，吓到我了，让我搞得好激动啊！再看一下这个兽装，重新来，这里兽牙其实有很多四档的。这个零的话可以换上，这个零已经可以合了，不是啊，这个零用这个四档的合一下，这是四档加四档，再加一个四档，可以合，加了3万，其实还可以啊，这是用我们的报废的素材合的，我是摆摊了，是的，我摆摊了，要的话自己进去拍，这里随便强化下，然后再来看一下，这里两个出 bug 了吧，显示啊，这两个出 bug 了，不管它，我想再合一个五档的零，有意见没有？没有意见吧？没有意见咱就合，把这个还是吃了吧，我不管了，我就差一个素材。来合之后再给它换上，好，给这个铃铛换上，哎，不是，哎呀，穿上，好的。然后现在是有两个四档三星的，我们找四档三星的兽牙有吗？兽牙全都是五档三星的。然后铃铛的话，这里是四档五星能不能合成？四档五星合成这个，哎，它需要一个祝寿石，我们找，这个只要一个祝寿石的碎片，我肯定有祝寿石的碎片，祝星石，哎，这个刚好来合成一下祝寿石的碎片。 OK， 来一个，加了4万，约等于4万。这里需要两个三星，四档三星的啊，这个好像没有了，这个搞不定了，我这个装备其实已经没有了啊，其实四档的三星还差一小个，就还差一小个，可惜了。我看一下这个妖王，哎，胡星刷了，我就想来看一下这个双倍的胡星和敌青的，刷了的话我们就过去看一下，对吧，赶快去看一下，今天还有三次次数呢。哎呀呀，这是虎啸铺苍穹呀，这我没有来，我应该早点来的，这虎啸是一个垃圾，我其实能很轻松把它杀掉的，但是来晚了啊，刚才没有注意这个时间，不好意思了。然后我看一下这里的四档装备，其实我也想要的项链，有人给你有人给我吗？没关系，我试着打一次，这个次数一天有7次，没有关系，我打一下这个排行榜，先看一下这排行榜的话，龙行今天只加了100万战力，麒麟也加了100万，但是俊哥今天加了300万，还是很牛的，原本这个米可大佬比俊哥要高200万的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打一下，17上的项链 OK， 这项链微笑上了，哇，那一会儿我们看一下项链有人上了的话，我们去看一下，待会儿我们出去看一下，这个是四档的项链，哦对了，我可以和你们聊天，米可抢 boss 无敌了，米可大佬和龙行单挑，米可大佬胜，这速度大的离谱，这个米可大佬他单挑能打赢这个龙行的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虽然他们这个战力差了几百万，大概是差了400万，但是米可大佬他的攻击力
不是攻击力，他是攻击力和别人一样，他的暴击比较高，他输出就打得比这个人要厉害，所以米可大佬其实能把这个龙心干了的。上一次我们今天晚上是有一个武道大会的活动，今天晚上看一看米可大佬能不能冲到这个第一名。对，米可大佬这个战力是最实在的，打人是最凶残的，米可输出会比龙心高很多。对，米可会玩，米可是一个很厉害的玩家。有了一个兽牙，哎，但这个兽牙不太够啊，点红点，稍等一下，这个兽牙不行的，我不能合成，我是需要两个，你看一个兽牙，一个项圈，一个是兽灵，我需要两个一样的才能合，等我这个兽灵吧，等微笑的这个兽灵。好，我们先做点别的，你们五分钟之后提醒我一下，然后这里双倍经验吃一下，在线礼包领取，哇，谢谢玉米，妄图就不厉害了，妄图也是很厉害的，能够吊打普通人哈，但是游戏里这些大 boss 干不动。我今天来先买项链，先等一下，我先把游戏暂停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今天我所受到的这个屈辱。这两个视频我就不额外放了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哎呀，这个声音不太对啊，算了，反正这个就告诉你们，很惨很惨的一点，一个是我抢这个龙柱没有抢到，另外一个是我抢 boss 的归属就差了一点点，那 boss 一共是25的血量，我明明是手速比龙心快，我从25血量达到1的血量，就是他们一直在打我，也在打不这个 boss， 然后当时是我第一发 A 到了这个 boss， 那个 boss 归属是我的暴击是最低的，无所谓，然后当时我已经把这个 boss 打到最后一血了，但是我那时候死掉了，我就是和他们差距太大了，不然那个 boss 我抢到了，我现在都快失去抢 boss 的资格了，所以我当时就在想我是不是要多充一点钱，反正今天我觉得冲到这就 OK 了，然后现在先把这里的1000块钱的这个东西买一下，一个是毫无人性的称号，然后还有一个是气泡霜，还有30个龙象般若弓，还有10个这个可以加个150000战力的这个东西，然后我们现在是3932，买完之后差不多了，哇，这个加23000，这个加30000，可以的，来魂装，把这些红点清一下，到时候那个视频可能会放在其他的，放在那个视频里边，就是那个视频就不给大家在线看了。冲前才是王道，但是我冲过别人，当时我在纠结，我说我要不要说是每天搞个，今天搞个几万块钱，有电话，不好意思，如果还有电话的话我就开飞行模式，然后连一个 WiFi， 真的很抱歉。这里强化一下，我今天就在想要不要把这钱多冲一点，但是后来我想想，因为咱们到了8月份，咱还得要准备一点点钱作为启动资金去玩这个混沌起源的，哪怕这个视频是有收入的，但是也要准备一部分钱，而且那个钱假设我这个游戏少充了50000，我到了那个游戏里面它可能是3-4折的，我到时候到了混沌起源里面我就能充个10来万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觉得我这里就不当大佬了，没必要，对，慢慢来，我其实现在其实不差劲的，我原先最高的时候拉了他们1600万战力，但是现在我已经把这个差距拉到1200万了，马上给大家继续看着。哎，这里又加了10000，哇，而且还有个这个归元，这个归元能加很多的，加了16000。追债不会的，这个倒不至于。这个金币我记得昨天说了要去用在哪里，对，混沌起源到时候想要去玩。来，冰魂激活，哇，这个是鬼谷灵符，这是哪来的呀？姜太公 ，what？ 怎么还会有这样的？哎，升级，怎么还会有这样的新的解锁？好神奇，我的天！再给这个升一下，哇！然后召唤一下，今天买了太多的东西，连那个藏宝图有人都卖给我，卖了150个，卖了100个，然后今天我还用了150个藏宝图，然后这里把红点领取一下啊，把这些领取一下，能加很多东西啊，这里左边已经累充10000了，累充10000，你看这个曲线啊，它就是特别诡异，我才累充10000，但是看到这里你就感觉哇，我马上就要到20000了，赶快多充一点，但其实我才刚刚过了10000，你看这个写的就很浮夸，这个指标太浮夸了，它就是刻意的。就做游戏要怎么做，就是这样子，不要做线性的图表，让你就觉得马上20000近在咫尺，马上就可以达到这个坐骑了。直播间有富婆没有？主播卖身还债了，这个说的我有点心动啊。然后今天一会儿来抽这个，我们先做点别的，估计这个排行榜，今天这个排行榜可能会是这个俊哥的啊。我这个旺旺加了5000，可以的。俊哥又牛掰了，然后把这些先领取一下，这个红点太多了，每日得冲，哇，领取一下，哇，这个碎丹，哇，这个石头可以的，中心石，哇，琴舞师可以升级了，哇，不错。爽，四级宝石使用下，然后商城这里这个元宝大礼包我想买，想看我接广告，别激动，这个元宝大礼包的话，它是20块钱一个，一共是30个，花600块钱，我觉得我要买，因为我这个元宝不够了，再充10000，你给我20000，我就充10000，好吧，这个交易是不是很划算？打了5折呢，对吧？然后这里买完，这个元宝我真的很需要，好，现在有34000的元宝，其实也没有加太多，然后这里。
这里买一下，买礼包不算，什么意思不懂。背包里还有好多能用的，这个银币我记得是要用在哪里。哦对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今天这个如来神掌有人还卖这个碎片给我了，今天就是各种卖各种接收，花了我好多好多元宝。来，如来神掌激活一下，然后加了10000啊，这个珍惜单太少了，不然我给他升升级估计也能加很多。这边还有一个什么，哎，这个龙象般若功激活一下，哇，加了40000，哇，已经3950了。这个伏魔拳升一下加了8000，然后这里龙象般若再升一级，哇，加了1800，这个有点少，一般都是零氪，反正和我们一起玩就零氪无所谓。然后这里是技能培养，哇，新的技能来，好，加了2300，这个巨法升一级。装备的话强化一下，好，我现在去摆摊这里看一下，来看一下这个装备，1-109零售装备，兽灵还没有，四档装备在这里还没有，然后这里的这个装备有吗？哎，这个乌金凯还有人卖四档装备呢，但是一般卖不出去了。龙象般若波若，哦，波若多罗蜜是吧？好的好的好的，求教了，受教了受教了。然后这里啊，再加个17000，哇，爽。背包里刚才开的这个东西还没有用，我们先用一下，这10个开这个天地之心，来10个，来，哇，10个天地之心，一个加17000，项链，项链有了吗？项链没有啊，但是5档项链啊，有项链，有项链吗？这里5档项链没有啊，没有啊，零售装备有吗？5档哈皮我刚没有看到啊，哦，他是，哦，他说的是5档项链，哦，我明白了，是人物的，哦，他摆摊的是人物的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哇，那我这个项链还可以升到3星吗？哇，太变态了，我太变态了，哎，等一下，这里怎么有那么多裙子？哇，这紫云腰带可以搞起来，来分解一下，哇，又可以卖一些这个元宝了，稍等。他卖的项链 ，OK， 好的，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是兽装的这个项链，我以为是4档项链，不好意思，我弄错了。然后感谢各位的提醒，不然我就坑了呀。把这个先放着，我要把这个3个裙子卖了，来回点血，摆个摊回点血。紫云腰带这个还算比较划算的，就看大佬们要不要了。哎，5级零食，开个5档的攻击零食使用一下，来攻击零食5档替换一下，加多少？加15000，爽，加2700，哇，太舒服了。混装，再来升一下技能。今天又钓鱼去了，钓了73条鱼。好，帮会我看一下，帮会研究院这里要升级的，我觉得把这个，把这些护士和抗性强化一下。买项链，好的好的，我随时注意去看啊。这个加的战力不高，但实际其实应该是比较有用的，就实际的效果应该比这个战力要厉害。一天升了将近1000万战力啊，不是，今天只加了100万啊，还没有很多，想啥呢？你在想屁吃？来福利店领取一下，这个捐献还没有捐。哇，10级帮会礼包，不错不错。然后银币再使用一下，研究院又来，哦，还有个可以升级，太烦了。哦，这个经脉可以去冲了，冲啊，但这个冲啊，这一次是不加战力。哇，一下子加了10000，哇，可以的啊，这一波还是可以的。这里是提示我什么强化，那无所谓啊。好，赤心链，赤心链还没有刷，来继续看这个次数我使用一下。好，已经买完了，这个一会儿来，把这个次数也使用一下。帮会人什么时候摆？他是1700的，这个已经说了，说得很清楚了。我看一下别的东西，暂时不需要吧。来，放到碎片里面去。我们这里还有21个高级藏宝图，这个差不多随时都有可能出来啊。你们别抢我的，求你们，求你们不要针对我。这项链我随时看着。然后现在我们先想想，我的打算是先把这里的买完，然后再去抽猴子。这里值得买的，其实，你要说要这个金元的话，这个小圆无常的圆魂其实在这里也可以买，多少人买走了，应该不至于。马赛宝图先买完，这里我觉得这个精灵步运坐骑其实可以买一下的，你们意下如何？如果可以买的话，还有这个翅膀可以买的话就先买，先抽啊。其实买完之后其实也就抽不了了，但是这里其实有好多东西还是要再抽一下。我希望把这个先把这个抽了吧，先把这个50的圆魂先抽满。公示期吗？公示期这里有的装备它不会公示的，来225块钱抽一次，我们先抽一次看一下。好东西快过来，到爸爸的怀里来，来呀，啊，我的天，没有给好东西，稍休息啊，等我看一下，赤心链还没有，来继续再抽2回，50抽，再来，来，爸爸在这儿，哦，青云律动来了一个，但是青云律动我需要3个才能升，别给我青云律动呀。巨哥刚中了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其实我背包里还有好多东西，而且还打到一个特别厉害的哦，齐天小圣元魂又来50个。我其实
这里的再来50个，我就可以再去升一级，就可以再去升一级了。我心惶惶，这个项链谁都别抢我的，好吧？啊，但是这个钻石好像不太够。我想想，我们现在积分多少了？1300，再抽吧。来，花220块钱抽一下，这73%了。不要再给我小圆无常了，求你，不要再给我小圆无常了。我给点别的。哎呀，啊，又抽中了啊！给了一个七彩花火，给了一个他给了一个主月姬，这个主月姬不是我的，还给了我一个七彩花火吗？我看一下我的邮件，这个邮件呢，我看。我给你们看一下，今天有个特别特别牛的东西。哎呀，这都不在这儿，这都是许愿奖励，都冲没了。哎呀，一键领取吧。这个背包又要清理了。我的天，今天这个战斗力我觉得能够到4100万。哇，到时候我们这个差距就缩小到1000万了，那其实挺好的，非常好。然后别的我看一下，红装先放一下，这个邮件再领取一下。这都是许愿奖励，许愿奖励。我就想给你们看一下南爱星和我今天打 boss 一打到一个，要么是青音律动，要么是什么别的超级好的一个东西。这里领取一下，好像也不在这儿，这是商城购买。项链还在，好 ，OK， 好的好的，小 V 肖像，好的好的。这里先等等，掉落诗曲，其实是不是我找找？今天有个特别特别牛掰的东西，被我搞到了哦。罗兰三个罗兰 boss 我们全都拿到第一，超级爽。哎，是这个，这个就是掉落诗曲，达到了一个青音律动，超级牛。我都没想到我有这样的运气，我们还是很可以的。再稍微看一下，哇，我都出汗了，我家今天空调坏了，还没有出来。空调坏了之后，这里温度都不知道是几度，应该是31-32度的样子，反正家里特别的热，我都快吐血了啊。这个玫瑰先放下，这个战旗，先等等，我想想，先把这些用一下，这些其实挺占格子的，加一下战力，来把这里的红点使用一下，翅膀上突破4000万。来，步云加5000，空调那个人他今天，一拖再拖，就约到明天早上了，没有办法。这啊，不该给这个升了，啊，我要给这个升的，我要给这个如来神掌升的，他随随便便升到6级就能加很多战力的。哎呀，15，然后这底下这个龙象般若也可以升级的，一会儿我们还要再抽，没有关系啊。灵魂啊，这里升到10级，加了20000可以的。冰魂魂点啊，这里再给，等级低的升3阶的升。升到个15阶，啊，不够了，打造套装，然后宝石看一下，宝石星链的话，就全部搞到120%吧，那还在的。然后这里腰带卖出去了，少云盔卖出去了，不错。零售装备又是强化啊，那么多石头，不应该强化这个的，应该强化这个，这个马上就到了。哎呀，刚才不应该强化那个的。然后这里先给这个升级吧，啊，这没有，这都是20级起升的。好，再去领取邮件。背包空间不足，再领取。OK， 背包里的装备应该可以分解了。哎，果然有很多可以分解的。我的图二作业完成的不够认真啊！哦，终于领取完了。哎，又卖了一个玄冥冠，玄冥冠。这个项链搞得我老是想要去看它。哎，这个仙术已经成熟了。我们这个如果是被掠夺的话，直接叫米可大佬帮忙。你看，这个就帮我夺回来了。这个是米可大佬帮我夺回来的。公式物品那不用看的，它不会在公式里面。这里，哎呀，还是没有我中奖。我都玩20天了，还没有中过一次，我头，这个游戏对我太不友善了。好，接下来继续抽吧，心语心愿，再抽225块钱。一会儿我们去看一下小云无常有多少个碎片了。哇，如果他超过100个，我真的是很醉。我先看一下，哇，刚好50个，只有50个。好的，我就希望他不要再给我多余的小云无常了。再来225块，86%了，感觉再抽3次，差不多就可以了。哦，青音律动来了一个，一会儿又可以加个几万，升一级好像可以加个10万。好，最后再来一次啊，最后再来2次，来再来一个什么？你有本事再给我小圆无常，他如果要鼓励我氪金的话，那就有本事再给我一个小圆无常。哇，那我现在小圆无常多了呀，我现在小圆无常多了，马上抽到100的话，他还会再给我，完蛋，现在还没有，欢迎，完蛋了。我说这游戏是比我充值吗？今天其实我是有可能升到天阶的。我的天，真的是太醉了，这个游戏真的是套路。这个小圆无常来使用，哎，不是在这儿，来找小圆无常。嘿朋友，我们好久不见，你还记得我不？可以觉醒了。那现在我还想再抽100个小圆无常，那个太假了。然后别的我看一下，别的青音律动，哇，青音律动有3个了啊，但是需要4个才能升级。我头进阶的话升下来，灵兽觉醒，它觉醒前是比较差的，
今后会提升一些，看能加多少战力，加17万，可以的，直接突破4000万了。邀请我加入他的这个队伍，哇，可以的。一会儿是什么活动？仓库有幸运律动，我看一下。感谢你的提醒。哦，有，还有竹叶鸡，哇，其实还有小熊肠，然后奇武士好像不太够，我先出来看一下。哇，幸运律动有5个，可以升级了，再加0.8%，加了13万，4030了，我的天！但我距离前面四名还是差距很大的。他们几个差距反而不大了，就在400万之内。还没有，哎，有一个破云凯，这个是我卖的零售装备，零售的其实我想找一个4档的，哎，也没有4档装备，其实挺好收的，应该是这个6档，我们等6档之后再开。这里再来个竹叶机，柠檬一下，我看一下柠檬一下，明天还有一个活动，就是明天的这个限时累充，明天还有一天，第4天的话再给一个就可以升级了，所以明天他又能加很多，然后再继续用一下，用完之后再去抽奖，反正那100个不抽白不抽，对吧？进阶一下，哇，这神明进阶加了5万，爽！别人买了，不是啊，应该不至于，咱看的还是挺紧的，但是这么长时间都还没有法宝灵魂，哇，又可以升级，再加25000，冰魂再来10阶，12阶了。灵兽这里是培养，哎呀，又是培养这个技能，龙骨玩了8月份，就不要再问了好吧。这都说多少遍了，180遍了都。强力升下棋，悟性，这个根骨丹来一个，失败了，58、59、60差一点点，原来是我的，那买了，原上号买了，你是故意的吧？我就差这个就能加个10万了，好吧，我这两天再打一打，我还有机会的，我估计这两天买一买，然后再打一打，估计还是有机会升到3星的，我被针对了，被自己人针对了，啊，来。再抽，这个再抽50次，不会听我的，反正啊还差98%，我看一下我这个积分，积分是稳稳的第5，这个第3名第5名啊，前5名的奖励是这个，第3名其实米可和我都是第5名的奖励，这个30个白菜，30个竹笋比较菜，全弹幕说公式没鸟你们，这里我其实不是很相信，我随时来看一下。公式物品的话，就是这里没有公式的，每次来每次都看不到的，包括我正在卖的，你看我出售的这5个在公式里面也看不着，还在的哦，现在还在，好的，小微笑这样说的才算，你看不要诓我好不好，真的是有毛病，虽然加的有点少啊，5学，哎，5学可以升了，龙象搬入宫升一级，如来神掌升一级， OK， 帮会这里又可以搞了，又有那么多贡献了吗？来把这个抗性拉满，好，不够了，这银币不够了，我的天，哎，一会儿再打下这个副本，摆摊啊，又卖出去一个紫云腰带，不错，我要提现，我还是经常来看一下，还在的，这个规则就是他从17分上了之后，从27到47之间随时有可能上架，我觉得应该是马上就要上了，应该马上就要上了，这里再抽200块钱，好，给了我一个这个，他如果这次再给我50个元魂，我觉得我就是要再继续抽了，但是最好不要上头，好，他没有给，所以我不抽了啊，省钱了，现在只有200块钱的这个钻石了，其实升第3档的话能加个20万战力，主要是我们一开始坑了，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是50抽的话，我到现在我应该满了，我觉得前面那些人肯定都满了，这个神兔子贝贝，这个是米可大佬，他抽到1100积分的时候他就满了，他直接就是天阶的，我现在是这个地阶神兽，你看这个齐天小圣他上面写了一个地阶神兽，哦，没了，那是被别人抢了，哎呀，那很抱歉，非常抱歉，这号最少能卖5万，但如果我不玩的话，我估计我们服的很多人都不玩，但可能还是会有一部分人留下来，一键完成，然后我们现在再做下这个任务吧，稍等，喝杯水，喝点水休息一下，男孩心态叫我少抽一点，刚开始就要我50抽，谁叫我人犟不听劝，这游戏的这个尿性我现在摸清楚了，5万不可能要想多了，5万这个是手游卖不了那么贵的，虽然我充的是10万，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我看一下这藏宝图和这个高级藏宝图搞一下，然后顺便参加一下这个活动吧。V16的称号换一下，好的，满足，没有问题。来，毫无人性佩戴，哎，咱也是毫无人性了。哇，我也充10万了，恍如隔世。这里22个高级藏宝图，这里是啊，9朵玫瑰，我还说呢，把家里的能用的东西用下。天地之心3个，哇，这里再升，加18000了，这个越加越给力。这个神兵是真的牛。火攻，一会儿这个活动是
马上要开始了，这个我们先等等，我们先把这个副本做了。华山论剑，赶快扫荡，来对着点点一顿输出。哎，这个是自动进入这个隧道了，客服的充值奖励领了，这边是 boss 刷新了，但是这 boss 我没有时间打，离开，继续去挖这个藏宝图啊。哦，这里还有许愿的东西，还有好多，11个四级宝石，一会儿这个宝石我觉得可以去升级的。客服奖励已经激活了，不要再说了，还是有很多宝石可以升级的。哇，我这里在犹豫，因为以后如果我们不搞的话，我觉得以后不可能在一个月之内再返回来的，因为它总共是有5个坐骑。这个齐天小圣如果这里不升到天阶，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升了。但它积压的战力其实超过这个原本的上限以后，现在战力就不多了。啊，精灵元素攻击有5个啊，这个是一般的，我以为这个是很厉害的技能。其实我有一点点想搞这个的齐天小圣，我真的充了很多钱在这个活动上面。哎，天地之心又有一个，客满别留遗憾，你真的是这个就交给我吧，你们别想，等以后，因为明天还会有新的活动，主要是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活动。如果明天的活动一般的话，其实抽了也无妨。关键是这里的话，我觉得周六周日的这个活动估计也会比较好。别听这些说抽的，就像我多抽一点，对的，你们连辣条都不送一个了，就想让我抽的，岂不是太过分？仓库里不是小圣的，虽然还有没有了，仓库里没有小圣的了，仓库里已经是小圆巫神，留钱搞清油。是的，是的。活动我们参加一下吧，这个个人妖王打2次，看看能不能掉这个红装。坐骑充10万没有坐骑可以领的，希望给我一个，没有给红装。马贼宝图，哎呀不行，再来，先提升战力。2万的坐骑，其实问题来了，我告诉你们问题在哪儿。我们现在不是充了10000，这3天我们充了10740块钱，对吧？如果今天要充的话，那今天和明天这个要多充一点，就得要拿这个坐骑，就这个极地蓝龙，它的话加的是固定属性，给我们估计加不了10万，就加个5-6万的样子，估计能够加个7万吧，差不多。因为我们那个坐骑的丹药之类的，就像是这里吃这些丹，这些可以提升这个百分比，加上这些的效果，估计能加个7-8万的战力，但是也不是很高。这里又加了18000，这个步运给力 ，OK。那看大家那么热情，咱就先充一个648压压惊，对吧？真的，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你们在这儿疯狂给我刷礼物，魂装一会儿升，4小时结束，啊，来，这个信用卡，搞不齐今天就要被你们刷爆了。这个其实不是我在玩游戏，是你们在玩游戏，你们通过辣条指挥这游戏，好吧 ？OK， 充了一个648，我们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我先抽2次，看一看效果如何。给个小圆无常呀，50，给个别的也行，给个别的黄色的，我就喜欢黄色的东西，给我个黄色的呀啊，不行啊，再来225块钱，给我个黄色的东西，一共是4个小圆无常、竹叶姬，那些炫彩的东西给我一个，大哥，你看那天我之所以没有听你们的劝，没有抽50次，就是因为抽50次有时候也比较坑。我不够黄，我要黄的话早就抽到这些东西了，青衣绿豆、七彩火花、小圆无常，不是小，就是齐天小圣啊，一共是3个黄色的，有毒吧？抽中了小圆啊？怎么显示青衣绿豆？怎么回事？天降红符，这上面天降红符是以前的吧？以前的广告应该是，我这里领取一下，我看一下，这小圆无常应该是只有50个，我刚刚是没有抽到的，感谢核弹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辣条，你们如果想要再刺激我充一个648的话。如法炮制，举一反三，啊，核弹喊错了吗？没有吧？来看一下小圆无常，不是这个猴子，齐天小圣，我老是不会叫他名字。你看这里的是这个小圆无常的，然后这里是齐天小圣的，我们现在需要这个是齐天小圣的。关键是这个运气不好，我连抽这3次，我最近这3次都没有给小圆无常，这个就是要逼我把这个小圆无常抽到满吗？再抽225块钱的，看给不给？齐天小圣，50元魂。喂，大哥，哦，给了，齐天小圣，哇，其实还可以，其实这波还可以，哇，那现在我就有100个了，那我其实就升到天阶就可以了。这个，我们先去参加活动，一会儿再讨论要不要抽吧。摆摊的话，我这里找一找，项链没有了，哎呀，可惜啊。提现，挖宝，最后挖一下，最后挖2下，哦，还是不错的。材料副本我们扫荡一下，一键购买。一键选满，一键扫荡，来扫荡完，哎，有一个仙女之灵啊，别的好像没有关系。然后试炼之地，我看一下，扫荡8次，好，给没给好东西？给了降魔袍，降魔袍2个降魔袍，
还凑合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去参加活动，参加火攻凉营。其实我们也可以考虑参加第二波的。抽啊，等一等，等等，还有两分钟，稍等一下，我们先把自己强化一下。好的，好的。有没有感觉到有强烈的参与感？差最后五十个，是的，是的。缓点，缓点，不着急。一会儿我要再骗一波辣条。真的，这个辣条真的不算钱的，但是能够加一下这个热度也是蛮好的，对吧？哎，这个又能加17000，不错的。翅膀，升级。刚才挖密道了，哦，密道挖了之后没有看，那没有关系，下次吧。刚才没有注意看，不好意思。感谢大家的这个热情。精灵，五个，我感觉这个有点像那个直播带货，你知道吗？就把这个大家的热情调动起来，看像个老板在看员工干活。好的好的，你们就是老板，不用像，好吧，直接就是。来，升到6级，哇，加4000，哎呀不够，5级，6级的话还差120个。法宝够升了吗？符法宝升一下，它是升到120的话可以激活一个技能，你看这里120可以升级的，加了15000。我希望这把米卡岛和我一边，好吧，带带我升阶。这里我想把这些升一下，升到15，宝石其实能升了，哇，这个7级宝石都能提升，先把6级提升一下，这里还能提升一个6级防御，18颗宝石升一下加20000，6级宝石再升一级，这90%的升一升啊，90%升一升，再加3000，哇，感谢大家的暴兵辣条，我爱死你们了，来再升级，这里先优先把他们，哎，这里可以升了，哇，加了2500，不错，这个终于有了。先优先升到25，全部升到25，强化一波。哦，这里够了，强化加了15000，不错吧？这是强化到60，再把这两个强化到60。好，46、47、48、49、50，啊，升到50了，还不错。好，开始了火攻凉营，接近于4100万战力了。老虫去第二场，啊，老虫不在吗？老虫的话就是那个龙形，我们现在都叫他老虫。我的天，感谢艾达送的凉茶，马上10秒钟之后开始。背包里看一下什么东西还能清一下，哎。这石头能开则开，能开先开一下。玄石一会儿玄石可以去做一下这个升级的，5选1，先不用管它。然后小熊长这里只有50个，等一下邮件里还没有领取啊，邮件一会儿领取，先去抢活吧，好吧。我们这里前面这个是谁？点点，然后不知道，我看一下这个排名，现在还看不着，不知道这个米可大佬在哪，就怕米可大佬和我们不在一边，等一个火把，好吧。火把还有1秒钟刷新，哦来了，我是龙鹰的，我要去虎啸。哇，我可以闪现的，我这个技能可以闪现的，我的天，好爽。哇，我这个英雄其实也可以的，有2段技能，你看你看我这个闪现，哇，好爽。哇，感谢你们送的这个刷榜，哇，直接把他家烧了。哦，这个可以烧了，刚才那个不让烧，好奇怪。 OK， 排名应该是第一名了，离胜利又近了一步。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贡献啊，绝无仅有的110的贡献。哇，感谢哪位大佬刷的礼物，感谢，看一下投喂，这里很抱歉，我们现在开始在这儿刷人，这个火把还剩36秒，我来看一眼是哪位大佬刷的这个节奏风暴，赶紧感谢一下，这看不到啊，我只能看到这个7日榜，有可能是，哦，很可能是点点无资，哦，无资，好的，感谢 UZI， 感谢 UZI 大佬啊。然后这边应该还是刷在虎啸这边，因为刚才是烧了虎啸这边，所以估计会刷到这里。哎，来了，来刷刷，别晕我呀！啊，被人捡了，是贝贝，他和我都是龙鹰的。哎呀，那没有办法了，只为相拥啊，杀都是自己人，我不开心。来弹首曲子，你看这个破苍穹，来我就追他杀，这都没有敌手的。你们大佬怎么不来照你们了呀？圣女亚西亚，这个其实和八福在一起的，是一个跨服的活动。今天毫无人性了，是的，今天估计已经冲了5000了，差不多5000了。然后主要是大家也很热情，没有办法不冲。这个直播就是比较上头。这都没有什么人了吗？啊，其他花在这里啊。来，一个技能，两个。这个虎啸破苍穹，虽然他战斗力只有1000多万，但是我打他其实还挺难打的。终于杀死了，我的天，这排名啊，我现在落后于贝贝了。别控我呀，你们控我是没有用的。获得10的贡献，哦，微笑匠，不好意思。等一下，我觉得还会在这里刷，这已经10连胜了。等等，好，就在这儿。OK，
哎呀，不好意思，米克大佬，我先跑了啊，走你。我一开始不会玩这个英雄，不知道这个唯一技能。当刚开始玩的时候不会这个，不然我当初不会输那么惨。黑粉来了，没关系啊。有几个黑粉不是太正常了吗？我能再烧一遍？啊，不能了。啊？这个虎啸的没有了啊，还有一个。点燃粮仓中，没有人可以阻止我。好，杀人，这就挂机杀人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排名哇，比贝贝、比米可大佬高了37分，不错的，不错的，不错的。来来，再找找，找人，找人多的地方杀杀人。这个活动其实已经结束了，感觉在这儿杀人没什么太大意思。我们要不出来？其实我这里就是抢米可大佬的第一，但我觉得抢不过，还有6分钟呢。虎啸破苍穹，你人在哪儿了？哇，我醉了！这次我们分的厉害的人太集中了，导致敌人都没有了。家族什么时候冠名的？你去翻视频，大概是在一个多星期之前。这里找的好麻瓜呀，他到底是哪里？是在我们家吗？啊，怎么还有火把？贝贝大佬拿火把没有用了呀！哇，贝贝大佬失误了，他竟然想着要拿火把，但拿火把没有用了。没有人能打死他，对吧？没有人能打死贝贝，他现在动不了，动弹不得，你知道吗？这样的话，我们肯定稳拿第一的呀！如果我不退的话，我肯定稳拿第一。我告诉你们怎么拿第一，我就把这人杀了。这个贝贝大佬他失误了，他待会儿不好找人的。好，还是高他50分。这个米可大佬他晕了呀！最后这个火把不该拿的。哎，虎啸，哦对对，这不用管。这个贝贝大佬在那里，但我们不需要管他，我们找找别人。现在都没有敌人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就直接拿第一了。哇，我这样的渣战力竟然都可以拿第一的！看一下虎啸粮仓，虎啸的敌人应该是在这里复活的。找找，哎，来了！微笑，要不你退游戏吧，不要给我刷了。我觉得我刷自己队友有点难过的。一朵奇葩花，你好呀，小朋友。哇，你看他直接加血来了，我给你弹首曲子吧，这首曲子。威力无比，这个已经出不去了呀！他复活一直在这儿复活，只能在这儿或者在背后的安全点。Hello， 微笑。哎，火把已经掉落。哎，这个米可大佬是自杀了吗？火把肯定掉落呀！啊，米可大佬距离我只有37分了。哦，已经赢了，已经赢了。已经结束了，哇！我杀人数第一，这样攻险也是第一，治疗量也是第一，助攻数少了一点。哦，治疗量不是，这个点点他治疗了90万，哇！我终于能够拿一次这个第一，光明正大的拿了，当然也和我这个运气有关，运气好分到了这边。如果米可大佬在我对面的话，不一定，我到时候揍他揍的根本就不疼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是要抽这个天阶神兽是不是？哎，背包空间不足了呀，来，我先把背包分解一下。领取，删除，好，终于领完了。来看一下，我们这里小圆无常有100个，还差50个小圆无常的，这个圆魂就可以加个20万战力了。你们想凑个天阶神兽吗？想要我升级吗？来，礼物刷起来，不要客气，好吧？我这里先挖挖宝，你们礼物刷多了，我就充648给你们看。这里240块钱，先抽一次，先抽一次，以示诚意，好吧？来，先抽一次，有没有能够直接给了一个青云律动，还可以啊，这波还可以，给青云律动就不亏，我觉得。OK， 这次没有抽到，